八字算命术，雅称八字命理，是基于征辰八字推断的一门占卜术。向大家推荐一位研究八字命理21年的道长，擅长八字算命，居家风水布局，灵符法事。道长微信：2088-2988。说了，他们肯定好着急，好担心。你快给他们打个电话。去了你，家里人找你找的都急死了。姐，你怎么来了？青音，是不是你把我姐叫来的？他逃不了的，快跟我回家吧，马和姐还在家等你呢。都知道了。我跟你说，今天我要把你隆重请出来接我跟我妈妈，行吗？家里人还等你开会呢。开会？开什么会啊？姐，为什么不让收益来呢？你知道吗？他冒着那么大雨去山上找我，还一路把我背下来，说明他很在乎我吧。本来我还想着要怎么惩罚他，到后来我一想，他对我还挺好的，所以就散了。妈，爷，小鹿，来，过来，坐我这儿。妈，我是不是要先承认他错误啊？怎么？那个方一山对你好吗？挺好的，有妈妈、姐姐、姨，还有所有的亲人，都对你好吗？没有，没有吧？当然没有。什么？妈妈想跟你商量一件事。什么事儿吗？你知道我们家为什么成了现在这个样子？
个没错吧？放弃我，放弃你们姐妹，放弃这个家，他要跟那个女人走，对吗？这过去了的事儿，你怎么去听？冯玉山的妈妈就是当年扰乱我们家的人。我知道妈妈现在很早以前就把这事告诉我，妈妈也知道你对那个小伙子的感情。怎么可能呢？小诺，我也不相信这是真的，可它是事实。你知道方一山为什么要离开你吗？就是因为他已经知道了这个秘密，知道吗？小诺，小诺，小诺，小诺。